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二零二三年六月十六号，今日系星期五啦。好啦，嚟到星期五啊嘅晚上，我哋繼續同大家咧係揭露時事。好啦，我哋呢節咧要同大家咧講講香港啊嚇嘅媒體嘅公信力咧係叫做咧進一步下跌。好啦，咁我哋要講嘅咧係叫做路透社。 嚇！呢一個咧，牛津做嘅報告，嚇英國牛津大學咧喺十四號咧就發布咗呢個叫做二零二三年數碼新聞報告，嚇裏面咧記載住咧香港嚇對呢一啲咧新聞媒體嘅不信任程度，仲有信任程度。嗱當然啦，佢嘅信任程度同不信任程度咧嚇又唔係加數嚟嘅喎。嗱我好多時咧呢啲文調咧。 嚇都係有咁嘅情況，嚇是同不是咧，嚇中間咧啊仲有其他選項，嗱咁所以啦，信任度同埋不信任度加埋咧並不是一百 percent，大家注意啦。好啦，咁啊榜上有名嘅咧，大家應該都估到啦，嚇咁就係好多咧叫做親建制嘅媒體，嗱香港而家基本上咧係徹底失去晒咧係反對派嘅媒體咁制。 只係剩翻非常之少量嘅呢個係叫做網媒，剩下落嚟嘅大媒體絕大多數都係親北京。好啦，咁所以我哋呢節集中去睇下这呢一啲親建制嘅媒體不受信任嘅情況。值得留意嘅呢係最高喺榜首嘅呢，居然係叫做呢一個係 TVB。好啦，咁啊證明呢 TVB 真係呢叫做相當之黑人憎。 好，我哋繼續講落去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記得節目咁 Like，用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通擊五毛，通擊藍絲，繼續開 Google 户口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星期二得到，星期二一報，仲有星期二新聞集團。我哋繼續誠意邀請聽眾，經濟能力許可嘅你。 希望你訂閱 p a 支持我哋，嚇呢一個咧係付費支持本台嘅方式，嚇咁希望咧經濟能力許可嘅聽眾就真係幫手支持啦，嚇我哋亦都有免費嘅模式咧俾大家支持，嚇咁所以大家記得咧係一定要幫手支持啦，嚇記得打開我哋嘅節目清單，欣賞播放，手動點擊加無限碌大法，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手支持啦。好，咁啊仲有安裝咗。 Pine Network 嘅朋友啊，咁亦都咧記得繼續撳閃電掣啦。好啦，我哋咧就係正在咧草擬緊呢個叫做聯署信。嗱，我哋咧就係唔係制止呢個李家超咧係進入美國。嗱，我哋倒翻轉係要求美國咧係就住相關嘅法律係去對付拘捕嚇審判呢一個咧李家超。嗱，我哋而家目前咧都已經收到初步咧。 一啲人同我哋咧打算聯署嘅啦一齊，嗱孤物論到底係咪即刻可以叫做有效果？嗱，但係我哋覺得咧呢、這個香港人係再去參與翻呢一件事咧，都係有需要。主要其中一個主要嘅用途之一係要話翻俾全世界知我哋仲健在嚇呢件事都好重要。好咁呢件事咧，咁希望咧嚇就係、是、大家記得咧就參與啦。 好，我哋返嚟研究呢一個呢係最新嘅數碼新聞報告。好啦，咁啊，亦都呢出奇地信任調查方面呢，呢、這個叫做撈新聞呢係排喺第一位。嗱，整體嚟講，整體嚟講呢撈新聞呢喺呢個叫做親建制嚟講，都算係呢叫做稍為、稍為呢正常報導。嗱，但係你亦都呢絕對唔可以指望呢就係撈新聞係會有呢。 對你反對派有利嘅信息，好啦，咁跟住咧信任度咧嚇急跌，呢個叫做港台。跟住仲有咧就係商台有線，仲有明報。跟住咧就係 Yahoo 新聞。好啦，咁不信任程度咧嗱，不信任程度咧排名最高嘅咧就係呢個叫做 TVB 新聞嚇不信任度喺香港進行嘅民調嚇不信任度係二十六個 percent 係最高。 甚至乎呢係力壓呢其他極冇公信力嘅媒體嚇，例如呢個叫做咧文匯大公啦嚇，文匯大公呢旗下有呢個呢叫做點新聞嚇，英文叫做 Dot o t News 嗱，不信任度呢，嗱，我覺得同知名度其實有關嘅嚇，因為好多人呢畀唔到意見，因為根本都唔知嗰個係咩新聞嗱，不信任度點新聞呢就係二十三個 percent。 好啦，咁啊排第二個咧，應該咧係叫做巴士的報先啱。巴士的報咧嚇不信任度咧排第二名啊，廿五個 percent。嗱好啦，呢啲文調咧嚇個信任度同不信任度咧係加埋咧並不是100一百 percent。嗱呢啲文調咧亦都有少少問題咧，就係、是、在於好多時咧佢哋做嘅調查嚇嗰啲啊受眾未必知道咧邊個媒體打邊個。簡單啲嚟講。 低認知度嘅媒體嚇，佢哋好難評價嚇，因為根本呢係平時都冇睇佢嘅新聞嗱。咁所以成為咗不信任度重災區嚇，頭號嘅對象呢就變成咗 T V B 嚇，因為 T V B 係人都知係邊間電視台嚇，係人都知佢嘅新聞喺度播緊乜，亦都係人都知 T V B 呢而家嘅政治立場嚇。咁所以啦，T V B 呢仍然係香港呢。 公信力新聞最差喺呢個文調入邊嚇嘅媒體，甚至乎啊剪壓佢嘅其他親建制對手，例如巴士的報，仲有文匯大公。好啦，今日仲有另外一啲咧比較大又認得嘅媒體嘅公信力咧比較差嘅嚇不信任任度咧嚇有廿一個 percent，呢個叫做咧方向報。好啦，咁啊星島同零一。 都差唔多啦，一個十八，一個十九。嗱，呢一堆呢，全部係叫做公信力包尾嚇嘅報章同埋新聞好。好啦，呢個呢係按照牛津嘅排名啊。下而事實上我哋認為呢、這個都係事實。嗱，點解個信任度有幾十個 percent 咧？都仲係嗱個原因，當然係因為香港仲有大量嘅藍絲啦。而且香港不單止仲有大量嘅藍絲仲有大量嘅港珠。 嚇！佢哋根本咧就覺得冇新聞睇，咪睇住呢啲先咯。嚇！平時報啲嘢差唔多啦，交通意外啊、斬人啊，嚇諸如此類，嚇都冇得假噶啦，應該都啱噶啦。嗱，就係咁啦。嚇！平時啲人睇嘢咧，就係用一個咁嘅角度，大致上佢講啲嘢啱啩。嗱，香港就係咁噶啦。所以點解永遠俾中國共產黨控制咗個媒體，控制咗個喉舌，跟住咧？ 你就接受晒裏面所講嘅嘢就係事實，包括咧仲有香港警察咧出嚟公佈關於呢一個咧大都會案件裏面嘅版本，嗱好多人咧就接受嗰個就叫做事實，嗱呢一樣嘢久而久之咪等於你係幫手增加緊嗰個親建制、親北京媒體嘅可信性咯，咁留喺香港就係好困難噶啦，唔留喺香港都困難啦。 留喺香港，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困難。咁但係呢一個係真係遇咗，係要咁樣面對佢。好啦，咁啊，無論如何咧，嗱香港嗰個新新聞媒體自由指數咧，嚇個排名咧已經跌到咧你難以想象啦，去到咧已經係一百二十名。嗱咁剩翻咧，剩翻就係有少量嘅叫做網媒吓，咁當然啦，再加埋我哋呢一啲咧，係時事評論。 同時事分析嘅媒體，嗱無論如何，你都好難咧，係同咧主流傳媒咧係去作比較，嚇，因為無論大家嘅規模，嚇大家嘅人手，嚇背後嘅資金，嚇各方面都難以比較。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咧個政權啊控制人民嘅方式，嚇，因為就係透過咧操控咗個媒體，係徹底咧將個資訊係控制住，嚇呢個咧係中國共產黨。 一貫嘅伎量嚇，佢哋甚至乎咧係想將外國嘅媒體全部都俾佢哋控制嚇。咁其實咧，佢哋做咗好多滲透嘅工作㗎啦嚇，但係嚇而家咧俾人發現嚇，亦都咧佢哋嘅工作開始唔順利啦嚇，因為叫做咧人民幣有限。好咁，所以咧嗰個新聞媒體個事實之間嘅對決嗱，本身咧都係一個咧角力場嚇，咁所以咧。 真係不厭其煩，再同大家講啦，希望大家咧真係記得要支持啦。好，咁我哋今節咧都係講到嚟呢度啦。我哋仲有好多其他話題要講。多謝大家繼續支持。